台北新车大展从12月23日起到26日在世贸易馆展出4天。这次一共有20多个汽车品牌参展，不过由于今年的车展并非2年1度的大车展，而是一般俗称的小车展，所以像是日系大品牌 Toyota、 Honda 都没有参加，因此展出的规模比去年车展来得小一些。不过因为是接近年底购车的高峰期，许多车厂除了同步发表新车之外，现场也寄出了许多购车优惠，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把握机会前往参观。